一台正在进行的是男子70公斤级决赛，红方薛子阳，河北队一队，蓝方孔文博，河南省。
好，闹得分了，那场比分变成了7-3。 现在已经到了下个尾声，好，二排比赛结束了，红方取得了男子90公斤级的冠军，祝贺红方。内衣。